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这个其实我最近就不想多废话，就想直接看录像。咱们看看今天的录像啊。这个第一局，主视角玩家地叫龙志啊，这边贾诩马腾，贾诩张角吧，应该不太会选马腾张角是不是？看看本局比赛啊，贾诩张角。贾诩张角的话，前期需要猥琐啊。好，有闪有黑桃，美滋滋啊，这个就不没有什么换的必要了啊。一号位贪吃疯狂癫，这个 ID 非常适合亮将啊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亮，对不起他的 ID 啊，可以删号了。回合开始四血啊，那只能是蜀国了，没有别的，对吧？除了蜀国还能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编都编不出来啊！这里可以考虑顺个马，对吧？毕竟是张角嘛，他不顺啊，他虚报，好吧？那就虚报吧，其实可以顺个马，留个杀挺好的。选择了虚报啊，并没有动。这边曹操直接常规性手量怼，怼到一个小桥，替我挡着，来吧，挡吧，挡不挡？好，他还不愿意给他加一马，你想打人家邹你就打邹，你打桥干什么呀？是不是这个南蛮肯定要出来的啊？自己没杀，对不对？你想念这个邹氏，你跟小乔叫什么劲？好，小乔一看你有人王盾了，八卦我给你，一顿胖揍。好，这边人家打无懈，他表示我要开先驱啊，所以啊，我就反打无懈，就不让你爽，大家都别爽。好，强行开先驱，这支笔看一下啊，非要跟小乔作对啊，把自己也掏空啊。你把小乔对吧，掏空的同时，你自己也被掏空了，我最难受，都空了，心情很难受。闪。好，这时主视角并没有盲目的选择 P， 这时候其实出来 P 是不太好的选择，没什么可 P 的呀，你非得把曹操 P 死干什么？或者你非 P 个曹丕干什么？我也认为没必要 P 啊，藏一手。顺手先咬。然后结果又出现一个位。就薛魏有一点尴尬啊，但是他不太好驱虎啊，还行，让他先揍这个小乔吧。好，这边说我大魏威武啊，你别在这嘴遁，嘴遁一魏国也揍你。嘴什么遁？遁什么嘴？巫善于千里袭人。小乔刚被掏空又被骑了啊，特别的惨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啊。公瑾，我先走一步。临死之前还把公瑾也带走了。这也太惨了吧，你死就死，带走公瑾干什么？吃一个桃子美滋滋。一会儿可以考虑对吧，如果说魏国实在的什么了，可以考虑乱舞对吧，执法钓鱼，因为刚才没批，他们是肯定不可能想到对吧，有雷击的。远交进攻，九杀再杀一个，能不能死？这个人是不想玩的吧，他想让他救，主要是不想让他收尸。好，继续看看吧，那又能如何，你出来吧，不要再藏了。好，庞德可以，这个队友就行啊，别瞎打。好，把乐拆了，其实你别拆他乐，你拆他他放 AOE 贾诩就被翻了。但那你只能希望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了，他会不会是一个理智的人呢？好，轰他蹲。这个一号是怎么回事啊？贪吃癫狂啊，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不玩了啊，爱玩不玩吧，管你呢，应该不是位吧。不如断其一指，没什么太大用啊，别放南蛮啊，求你了啊，理智一点对吧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庞德可能是个董卓是不，你就去砍一砍这个曹操或者砍一砍荀彧什么的都可以啊，看你开心就好。他并没有去砍荀彧，其实可以砍荀彧吧，荀彧也没有什么劫命空间，把装备下了还不错啊。好，没放南蛮就是非常理智，就是好伙伴。接下来看看能不能钓鱼一波啊，成功的钓鱼一波，顺一下。借刀杀人可以用了吧？借刀杀人先忽悠了再说。甚至你也可以借祝融的刀，让祝融去砍一刀也可以的。祝融肯定有杀，结果他为了不掉血，这里可以劈了。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了，仿佛有一种预感。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。你敢杀吗？你有本事投铁。好，他说我投铁，我就是投硬，我叫我投硬。
那你就硬吧，你硬你就害你们家曹丕，说不定你们家曹丕就被害死了。这是本王。好，翻，人家在出牌呢，你翻翻吧。翻的可舒服是不是？要你三金死，谁能留你到五金？好，队友死了，这个队友太坑了。感谢爱玩喵酱的大飞机，谢谢。好，这里由于这个贾诩已经优势了，他这边开始下人家装备。好，行吧，下吧。下也没有用，手里有火攻有决斗啊，让你头铁啊，对吧？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，收尸都是没有用的，都是浮云，全都是浮云。换一个丈八蛇矛再决斗啊，直接杀了也行吧。又砍死一个啊，好的。那决斗祝融吧，你有丈八，没什么不敢决斗的，斗他，对吧？斗他，斗他，来啊，你有本事出杀啊！好，你就亮个董卓躺赢吧。哎呀，还有这种东西，哇，吓我一跳，黑乎乎的，毛茸茸的。好，他还打了一下贾诩，你打贾诩干嘛呀？稳一点好不好？他想让贾诩恢复乱舞，有必要吗？是能恢复，但问题是有啥必要啊？乱舞需要恢复吗？你每回合用那个技能多厉害啊！他都被翻面了，有一说一啊，就改了，改了让他不敢杀，对吧？改成黑你敢杀吗？请收下我的膝盖。天下大事。好，拿桃子稳住，只是就拿桃子稳住啊，对吧？你判个黑，你顶多杀一下庞德啊，不过结果应该是问题不大啊，结果暴露了。没必要啊，我跟你说你这真没必要杀他，你雷击啥你就正常的杀就行了，这庞德不会玩瞎杀，这庞德真的瞎打，你雷什么击啊，有什么雷击的呀、啊、正常的打就行了吗，还雷击。好，又最后又执法钓鱼一波，人家敢乱就是有闪了，刚才没闪现在还能没有吗？你看这个人素质极差还鞭尸啊，是不是？素质极差，哀求吧。好，咱们再看第二局，第二局好像也是这位朋友发的，对，就是他。难道是玩沙蝉还是继续这个玩沙角？看看吧，又是玩沙角。这盘不是刚才那盘了，这盘这个什么贪吃狂的人跑路的变成了看小桥流水了。好，结果没有闪了，这回合哎又找到闪了，又找到黑桃了，人性如水，爱兵如子，胜乃可全。破，掉山洞里了，掉坑里了，声音非常的低沉。打一下，你卖不卖？不卖就对吧？直接上。前尘往事，卖了就打别人。好，打到一个曹操，血赚，把火攻吸了。好，决斗，再往这边打。你也是魏吗？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。大丈夫。他说我不是，你不是那你就完了，你不是那你就炸了。这位老哥手挂连弩，他说我还有更狠的，他说我也更狠，我可多闪了。好，这就比看继续砍，你真的能挡住吗？这个人非常厉害啊，这个是一刀两血的，轻易这个没人挡得住，代表是十万伏特，对，很疼。这个就别救了吧，这个这是肯定救不活的、这个掉两血了，非常疼，只能期待别人继续有闪了。不过没有曹丕其实也无所谓啊，受不了尸什么的无所谓，去死吧，有桃吃了，防止别人是曹丕。好，不，我还不可以死。公瑾又去了，公瑾刚才被小乔带走了，现在又被孙尚香带走了。好，一发万箭，那咱们可以考虑把这个荀彧劈死了，这个就不能惯着你了，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任何惯着他的必要了。你这个总不能不雷还不雷击吧，你难道要防防继续防他裸衣什么的？好，他表示我继续判继续骗啊，我觉得你真这、他可能觉得这时候骗一下牌，一会儿荀彧再放再劈也行，他可能是这么想的，结果这边出来一个国家非常难受，他可能觉得曹操肯定会放。对，这样也有一个好处，我知道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，就是这个荀彧不死，他这边杀不过来，他很难受啊。那只能说你提前知道这个贾诩是不是这个位置是国家的，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国家他可以往这边杀的，但是结局造成的好处就是这个荀彧一会儿被劈死啊，这边敌点他现在不好杀，他只能去刷国家啊。不过刷国家其实也够喝一壶的了，有一说一，
刷国家也够喝一壶的，很可能对吧？也要起来刷上天了，能不能刷出服役来呢？很危险啊，非常的凶险。这局真的能翻盘吗？何惧小节，真的能翻盘吗？哎，真的刷出服役来了。好，我估计又是一个头铁的故事、啊。是不是他杀掉一个魏国，然后他一放万箭把他劈死啊，形成反杀，他把这边压全压到，全压成对吧？这个易血啊，然后再选择一个杀，可以。看这局如何翻盘啊？看我讲的故事对不对？我就喜欢看这种有小故事的录像啊，对吧？什么小剧本啊、小电影啊，对吧？你们也喜欢看。小桥流水要去了。小桥流水哗啦啦啦啦的响，本将军败于李典之手、这个应该不是魏，这是三血的，来弄死他呀。孙奋，孙奋周泰吗？孙奋周泰、倒是有可能能挡住，看能不能挡住啊。没了，换了，别换呀，对吧？你队友马上动了，何必要换呢？是不是你队友马上要动就别换了。好，一顿操作防二张，行，好，万箭齐发。此时这个肯定要把荀彧劈死了，这个就不能跟你多逼逼了、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惯着你了。以我之真气，好，和天地之造化，荀彧你去吧。你有两个桃吗？你真的有两个桃吗？啊，说不准有，谁知道呢？哎呦，真有，还是没劈死。还是没劈死，但是这个谁，孙奋也是挡了很多刀，我感觉魏国死了。哎呀，真的是魏国啊，完了呀！这个魏国为什么死了？他不裸奔呢？为什么还收牌呢？这个与设定有问题啊。好，但是他怎么办？他现在可以驱虎，驱虎打孙奋，打孙奋，看吧。好，贾诩又成功的骗到一发铁锁。火攻，哎呦，真的能活下来吗？这不是驱虎就死了吗？驱虎离脸就死了，他竟然没有红桃。好，那你不先那什么，是不是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后稿是吧？看到一个周泰，是不是心都凉了？驱虎吧，九杀，孙奋，你真的能活吗？孙奋说都是假的，根本什么都没有，骗你呢。孙权，孙奋，行吧。怎么都是驱邪避恶，驱虎啊，只能说成功的躲过了那个火攻啊，那个火攻才是最关键的啊，成功的躲过那个火攻啊。接下来就是反杀你们的时候到了，你们这些人不是嘚瑟吗？能不能找个闪啊？看看，无懈可击，那不行，必须顺到一个闪，我就觉得稳了。顺手牵羊，没有闪啊，没有闪也得那什么，是不是？没有闪，要么你就先收了他，再乱舞也可以，收个人头挺好的，是吧？收个人头还是没有闪，也逃不过，还是没有闪怎么办呢？那也直接乱，你敢杀吗？你根本就没杀，是不是？他根本就没有啊！好，成功再带走，然后开了一个五，拿了一个闪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单挑，进入单挑的话，他又没有点位，你看着肌肉挺壮，但他跟点位还是不一样的啊。只能默默的弃牌过啊！好了，接下来就砍他，他并不能砍你，杀他，九杀，对，九杀，这牌也不用留九，无所谓的，杀中杀不中无所谓，反正留一闪一杀，是不是？众将死战，李典的话，看吧，李典也不是没有机会啊，反正破什么的就别破了，没什么可破的啊，南蛮也没有用啊，万箭齐发加一个杀，有可能能把他的血压下去啊，看能不能压了他的血。压到一血就是胜券在握了，是不是？忘戏吧，他为什么不忘戏呢？这个时候肯定要忘戏的，因为你劣势了，你不可能再耗了，你只赌忘戏看能不能过到更好的牌，你还准备跟他耗下去啊？行吧，他决定不耗下去，自杀了，结果还真的自杀了，自杀成功。好，让你怀着一颗没有黑桃的心就带走。这两局贾诩张角还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再看第三局啊，第三局这位朋友想让弹幕大神给打个分啊，弹幕大神给打个分啊，这怎么是一局身份局的录像啊？身份局的录像就回头吧，改日吧。咱们再看下一局，
这个主视角玩家地叫莫夏堂啊，好，感谢他录像。这个陆逊吕蒙或者是吕蒙丁凤吧，看你喜不喜欢三血的啊？我不知道，嗯、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三血的啊？跟我一样喜欢四血的，还可以。这个二号位杀闪智之笔，这个不用换了，挺好的。智之笔多好啊，闪来就可以侦查一下，找到一个队友。这个人挂了一个闪电，就感觉就不像什么好人，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啊，对吧？智之笔看一下，裤裆里藏连弩，看到一个对吧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人，对于无我来说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人，很难受，心情不好，不愉快。服役马没了，正常啊。这个副役马白银狮子啊，好，加一马，他们都很厉害，都各种装备啊，咱们稍微快一点，看看谁带个节奏，有没有人带个节奏？对吧？带节奏这种事情还是交给魏国，我标错了啊。但是他确实就是个对吧？你自己出来，你看，我说让他出来他就出来。沐浴人心，好，开始沐浴人心了。你这是沐浴人心吗？那蔡文姬也是逗，又没砍你，你激动啥？估计是开了技能，以为砍自己的，激动的不行。你砍一刀，万一出来个曹人，对吧？翻面给我翻过来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曹人也不会是个体位。这庞统也出来了，控制不住自己手中的梅花，啊，梅花也将成为一把利剑啊，直插入敌人的心脏。啊，好，都砍。听说你是真姬，我就专中真姬，是吧？好，翻了。表示我打了那个人，怕那人报复啊！喜欢挂还挂不挂啊？没事干挂闪电，然后被劈了不敢动是吧？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屌毛，管他呢！真的是吃饱了撑的啊！好，吕布双雄又出来了，看见人头了，河北上将，这是本王。收，你收完他，你能收庞统吗？好，杀很多的样子，还有个珠帘。不可以死，我还不可以死。有没有人救？有没有人施以援手？好像没有，看起来真的没有位了。这把没有位啊，这把就没有位的话，那就看看剩下三个国家哪个国家更厉害啊。这个被雷劈的人，被天谴的人该怎么办呢？该如何自处呢？他并不能什么，他只能在这儿龟缩瑟瑟发抖。好，主视角说我蹲坑，反正你没有群雄啊。他说他主要是有连弩，有这个各种杀，他不想扔，只能去补刀去了。是个魏还是个什么五谷群雄啊？我感觉你是个魏补刀，那你非想补就补吧，随便你了。他疯狂的救啊，他可能觉得是群雄所以才救的啊，并没有想那么多啊。结果传说中的张角来了，把你给劈涅槃让你救啊。张角也不敢劈暗的，是不是？暗的还真是个群雄，好吧。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在这不知道在搞什么，在搞什么飞机乱救乱打的啊！一家人对吧？不认一家人，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说你给庞统打什么无懈啊？这种人真的不会玩。你知道不知道国无懈是干什么用的？国无懈就是给庞统打无懈的吗？这个国无懈很可能要成为伏笔了，乱搞事情啊！几刀杀人。就差不多得了，你敢吗？你敢出手吗？你是不敢的。怎么翻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翻。有连弩可能吧，但是外面有蔡文姬，其实蔡文姬是特别克制这种连弩的。结果又是一个群，怎么样？这个庞德真的是，庞德气死了。庞德，你穿马腾干什么？不过穿马腾倒是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他有礼爵对吧？他有礼爵，他可以那什么复原。他一会儿可以把雄毅复原了，但是他也没复原啊，他怎么不复原啊？好，怎么打庞统干什么呀？然后打个庞统就想把他打涅槃，是不是？你非得把他打涅槃，你把他打涅槃有什么好处呢？好，这里开始卖血啊，必须卖血。好的，把打涅槃了，行吧，打涅槃就打涅槃吧，也行吧，毕竟刚才黄忠的牌手里好像还有点好牌的。过河拆桥，拆掉一个闪，上一敌，能不能把蔡文姬的牌扒一点，省得他一会儿各种瞎办悲歌啊，就很烦。好，他对蔡文姬非常的感兴趣啊，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，中！我的天哪！好，这里这个劈的有问题啊，当然也可以劈吕蒙，但是呢，这话
得分怎么说啊？你霹雳盟万一他是个周泰，你是不是又得觉得他咋错了？所以说这东西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你霹雳盟万一他就是个周泰呢，那庞德不就活下来了吗？好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成功的躲过一劫啊！刚说躲过一劫，又出来个弓箭手准备犯贱，傻的天哪！不要错管，要假装是周泰的样子。弓箭手准备放箭，这个没闪了，没闪了，估计不敢射了，吓尿了啊！该射还是要射的，兄弟，你不射就拉倒啊！爱咋咋地啊，那就对不起了，兄弟，反杀你们了，此役必为生死之战，但是有这个蔡文姬、啊、黑桃无所谓，随便翻，黑桃无所谓，你随便翻。用兵急如雷电，风能所向披靡，敌军已登城，敌军已登城，开始弄死啊，看能不能弄死他，收一波人头啊，并不能，又翻回来了，我估计。有梅花啊，梅花只能把头忍痛割爱了，最后一刀必须拿下人头、啊、拿不下人头就是对吧，就是此役必为生死之战啊，就死了，人头拿下。哎，这个吕布没死，但张角能不能死呢？张角死了也可以的，因为张角死了可以收人头的，你断什么都无所谓。好，没收到杀，但收到一发万箭，这个万箭更厉害啊，这万箭比杀还厉害呢。这个大哥崩死了，死了得了，别吃酒什么的了，别让人家收人头了。好，老天不助我袁家。好的，这里无所谓了，什么丁奉不丁奉的，对吧，都无所谓啊。好，一波反杀，其实从结果来看，袁绍如果不射也赢了，因为不射的话群雄不掉免血，他还是反杀不了群雄的，那个桃子是足够的。一心相争，好，一心相争，兵败战损啊，当然这也就是说提示你劣势局该怎么打，对吧，劣势局流沙，优势局对吧，他们该怎么打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是羊蹄奋蹄了。好，咱们再看下一局啊，这局对吧，这局我就跟你们说，这局主视角完的叫飞商染月啊，这局就是主视角要讲一个孙笨的故事，我就想看看能不能讲出来啊。但我不知道他没有没有讲出来啊，他说他能讲出来，谁知道呢？好，一号位找个装备，没有，有个代劳，找个防具，没有，这一支笔也行。这个牌没必要留负一啊，这个牌留错了啊，你要留负一就这么打，就挂马过了。这个牌我跟你说是这么打啊，你要是留杀就看，你要是留负一就挂马过了，别看了，你一个太子也不需要那啥，你看就全白操作了吧，亏了吧，血亏啊。贾诩说我不亏，我亮了。接手这波操作并不是很好啊，负一马没什么太大用。无中生有，好，无中生有，奔着这么老远，人家托管就砍，这不知道是个位还是个群啊，反正是不怀好意，死刀杀人，他就是不给，死活不给。贾诩说你是位，汪汪汪。蔡文姬也出来了，蔡文姬是什么意思啊，也跟着打，头铁，就我们开团，我们群雄无敌。不过像这种菜刀流，每次看见这个蔡文姬是很烦的，蔡文姬他对菜刀流的克制确实非常大，尤其是怕梅花是很伤的。顺手牵羊，他还看啥看，他也要打死他，不知道是啥，反正不是魏。对于魏国来说，管你是啥了，三血不卖的就打死他，根本就不操那么多心，是不是？但杀了个群雄是最好的，结果华佗选择了救，上来不是你打的吗，你还救啊，救了你，说不定救了个吴，他就出来又反手打你们。你救啥救？结果他还真的是个群，好吧？我的天哪，非常的神奇啊！剑如雨下，又开始汗如雨下了，别汗如雨下了，哥。不愁弓箭进，但是他就要汗如雨下。来来下，他说我找资料有吴谢，你不托管吗？不知道在干嘛，可能是在干别的，看一些对吧资料。好，这个要死了，救他一下吗？不救，反正你死了得了。啊、死了，死了就死了吧。这一些乱射很可能对吧？就对吧？就造成了什么？好，这个杀可以不出了。这个杀还是那句话，没必要出。这个前锋一顿逼逼，把队友的桃全炸光。好，太桃桃无所谓，别太杀。好的，哎呦，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流氓啊？本来说好的留一堆牌，结果全被拆光了，太他喵流氓了。好，出来一个张飞，能不能补点刀？张飞啥也没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好，
全拆光才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全拆光谁都能讲出故事，全拆光你可就未必能讲出故事来了。看看灵牌，好，一决斗，好，传说中的一决斗，一决斗，一莫敢当。你要不要选择拼敌点，对吧？选择拼敌点，敌点肯定会配合你的，这个时候他没无条件要配合你。好，开始杀，杀了这两个田丰自然就死了，但是想赢其实还是挺难的，毕竟还有一个离点，一个贾诩。好，崩死。但是出个连弩来了，这个决斗也非常的关键啊！正好你看决斗过了那个牌，又磨到连弩啊。这个时候就不怕断太史慈的，太史慈是那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断什么？断孙奔，断孙奔算你聪明啊，肯定是断孙奔的。这就是断太史慈是没有用的，太史慈他可以持续出杀的，所以断孙奔把这个激昂断了。看起来跟孙奔没什么关系啊，跟太史慈有关系。然而这个故事就是什么神奇啊，虽然你断了孙奔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红杀，所以你又白断了血亏。没杀。好，开始砍，能不能砍死？他说不射也是崩，那不是瞎扯的吗？你不射他怎么能把这些人都打死啊？离点，我感觉离点死了，又送了一张杀。哟吼，没死。那剩了一个红乐怎么办呢？乐住贾诩，贾诩有乱舞有先驱，还是乐住他。好吧，打成这个份儿也就已经可以了，有一说一的。李典又看到了这个希望了，看能不能搞出点事情来啊。他可以存三张牌，存三张牌。马超其实也是虎视眈眈的，马超他如果弄不死人头，马超说不定也摸两个杀也是很厉害的，有大两飞。他说让您老人家失望了，啥也没有，来个决斗啊！决斗你斗谁呀、啊？他好像没杀，感觉有杀吗？对，他应该是没杀，你应该拿杀的，他明显没杀，这个判断没有，对吧？他是不是拿了个杀？八号位拿个闪，你看他有杀他不会开五五的，他肯定没杀，所以你不拿杀人家就决斗你杀。好，忘记出来杀了，来吧。但是毛超还是有机会的，他这么多杀还是有杀的，行吧，甭管怎么样啊，看起来好像是有杀，但是你这不是乱搞吗？毛超倒不是，主要是张飞你张飞你我就不多谈了，张飞你是在逗我吗？报国杀敌，好，报国杀敌。这个张飞非常的弱，弱爆了。好，这里可以先杀一刀，再拼吧。杀一刀，然后拼，看看能不能拼过。神庭酣战，这里其实还是很关键的，拼过很可能就赢了。他不乐是因为他觉得太史慈没有那么厉害，他如果乐了太史慈，那个贾诩不是也把他打死了吗？所以对于他来说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他乐住太史慈，那个贾诩双雄挂着先驱，带着灯泡，他真的能活吗？好，再看这个最后一句，这个主持人玩家力叫我们的时代啊，这个人老投稿，你不是什么戴着墨镜的寻幽吗？你就标题党，在标题党对吧？这个肯定选这个了，咱们看看啊，看看到底跟寻幽有什么关系啊？看看跟寻幽有什么关系。四号位两杀一逃一无拗，黄月英魏延可以。南蛮入侵，你奈我何？关羽在此，出来这么多人了，他们都不想掉血，但关羽出来是怕被打。行吧，出来好，毕竟贴着。他说二爷我错了，你喊二爷干什么？明明是女王在你旁边，你喊什么二爷？瞎喊，二爷都绿了还喊。结果他出来个张角，原来在麻痹别人。黄月莹说根本无所屌位，我的手牌都用不出去的，轻轻手牌挺好的。好，戴着墨镜的寻幽我知道是谁，就是这个，肯定是这个邓艾。好，继续万箭齐花，表示你有本事再劈我啊，你有本事再劈，那算你本事，出来吧。还不出来啊？行，噼里啪啦的，这边应该不是位了吧？是位没有必要再藏了吧，还藏啥？都已经熄火了。借刀杀人调戏，好，不给摸，说明有桃是吧？
冰柱。好，他拿了一个兽医，结果出来一个张辽，没想到吧？过河拆桥。他不要杀，他要兽医。啊，接下来就种树嘛，这还用说吗？是不是？反正场上都没有一个认识的人，这个人好像是摸牌进来有技能啊，搞不好是这个，搞不好是自己人是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天下大事唯我所控，总不对吧？搞不好就是自己人，或者什么魏国不出来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真愿意不出来，那就是你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灯艾并不亮，灯艾不亮，为什么要副将呢？谁知道呢？这是一个神奇的话题。亮，奇策在此，远交近攻啊，远交近攻为目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啊。荀攸远交近攻为目，好，变出一个大曹红。好，这边给他补一下牌，开始筹位，也不算筹位吧，就是拉拢一个人嘛，毕竟他也不知道按的都是什么底细啊。好，抢了一个火攻，可能是准备下回合出来了，表示我要配合你啊。成功的配合上了，但是并没有击出来，有什么用啊？击是击不出来的。这个荀攸，这个荀攸好苦啊，特别的苦，可能要死了。孙奔，敢不敢乱舞？好，决斗，他手里牌都是名字，全是这些垃圾，一乱就死。你拆他干啥？有啥可拆的？他那三张牌对你有什么威胁啊？啊，他是为了表示我能火攻中，我50%，你来啊！啊，荀攸说你肯定没啥，何必呢？你说你一顿操作，真的是何必呢？嗯，突然间看不见牌了，但是都不重要。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带走。丞相，周泰，这已经暴露了，是周泰。好，手握一火攻，一杀一九啊，感觉可以出来爆了啊！这个夏家不知道是不是吴，还是个藏着的魏国啊？谁知道他呢？有些人就喜欢藏着啊，对吧？藏着吧，连上收割，对吧？九杀，雷杀，九雷杀没杀中啊，行吧。嗯，这边是周泰的技能啊，当然也有可能有，如果真的有跃进，那也有可能混杂其中，是不是？拿来吧，这个凤雏岂能消亡啊？没跑。看自己亮了，哦，一说一个准儿啊，嗯，此乃驱虎吞狼之计啊，准备打自己，行吧，嗯，为了打自己付出了这个血一般的代价，不知道怎么想的。你说你要是打自己，你就驱虎庞统嘛，毕竟庞统他刚才跟你较劲是不是啊？也不怪别人啊，这个牌该怎么打呢？直接杀案子没问题，杀他，弄死他。但是你要不要出来呢？嗯，行吧，不出来就算了，亮吧。但是这个人确实是有可能是吴国的，咱们有一说一，他觉得这个人这个不卖的位，咱有一说一，从他的排除法来说，确实可能是吴国，但他这也是被看了，好吧？得亏看了，不看对吧？是不是要炸？自己人，别瞎喊，喊什么喊？孙奔不知道，孙奔说，孙奔说我要打蜀国，行吧，打蜀国吧。吾乃江东小王啊，我知道什么是戴着墨镜的荀攸了，因为他看不清帷幕啊，是个色盲。继续杀张角啊，但是在他的视角，他就觉得谁裸奔杀谁啊，谁好杀杀谁。我感觉下回合要出来动了啊，这个张辽不知道会作何感想，会不会跟着这个蜀国继续作对，是不是？无中生有。黄远莹说还等不到你们，我还要出动呢，远交近攻。哎呀，打鲁肃吧，他就是个周泰，你也打不死他。嗯，干嘛？雷杀。啊，还是要收人头啊，人头更重要。你说你收他干啥？他随时都能死，吴国都不会放过他，何必砍一刀呢？还不如拆鲁肃盾打鲁肃呢。有一说一，你这收一张牌，对吧？就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吸个血，其实也用处不大。拆盾，对啊，打鲁肃吗？庞统连起来。这边荀彧应该是不会打鼠了，那除非是真的不想玩了，除非是真的不想玩了。九，干嘛还要杀人家？那你不是扯的吗？你这不是想多了吗，兄弟？好，
这个肯定偷你们，对不对？他还对于张辽来说，内心还希望暗将是他的人呢，但是看见了就凉了。好，火杀江东子弟也没有用了，你已经没有用了。好，接下来出来啊，这个肯定出来了。你不乐黄盖啊，也不乐孙坚啊，可能看见孙坚了，就反正无所谓啊。然后客户端就崩了，我只能重启一下了。好了，此时其实已经对吧，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悬念了。此时可以亮将了，亮将吧兄弟，我有个刀，这都是杯水车薪啊，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。亮将啊，这个不要，千万不要回血，回血是很不值的。好，请鞭笞我吧。九杀表示不怕你补，补了也没事儿，反正是打死了。其实鲁肃被乐了，还真不一定能那什么出来啊。但外面有吴谢啊，不知道是谁的，孙笨的吴谢啊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拿去也行吧，不拿去，哎，其实拿去好吧。黄莹莹也没有桃，好像有桃的应该会救的吧。有桃有一说一，真得救，不救你打不了。有个桃园并没有桃。黄艳英只要不爆种，我觉得就很正常，对吧？黄艳英弄了个连弩，一会儿给他下了，赶紧。这里最好孙坚得想办法把海打空，想办法把海打空是最美滋滋的。好的，这下就别耗时了，又耗时啊，这个就别耗时了吧，这个我真的觉得撸空比较好。猜一下，黄艳英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，不会真有吧？好，并不存在的，但是他又回满了，他说我还有人生中第二次机会。真的有人生中第二次机会吗？并没有，还是得怂。这个鲁肃特别喜欢耗时啊，不地盟，其实有的时候该耗时，有的时候就该地盟了，最终还是成功的被砍死了。不诛此贼三族，则无死不瞑目。由于输出最多，还获得了 MVP 啊，主要是黄盖啊。好了，这个今天的视频就看到这里啊。